你要发现兔兔的脚印，还有跟狸猫的脚印哎，还有我们的对人的脚印哎。这次只有一次机会哦，跟同学分享，不要这样子拿下来。对。来看九九这里，星星看我，没那么可怕。哇，开心。你要许什么愿？许长高。有买台车车。啊？买什么车车？买两台车车。买两台车车哦，那这个。好，没有了。这个愿望。这一个。有了，往那里丢哦，它大部分都不会丢穿过，可以吗？我一定会穿过。好，好不好？试试看哦。好，还有一个，你看里面有写字哦。丢，我丢了。哎，好，换锦旗。哦。今天很花哎、欸。等你在吃花蜜。真的哎、欸。这是什么？虫虫在吃花蜜啊、喔。是啊。那还可以洗手，这水超冰的、欸，真的、喔。富士山口味的水，这是矿泉水啊，真的、喔。你自己看它，其实水超澈的、欸，它没有任何杂质，其实很厉害。旁边不是开着吗？为什么不进去？哇，这好可爱哦、喔！哇，晴晴，这个你还有几个礼物可以买？
我们认真的写，你看后面还有。我们要表现更乖，好不好？美人鱼耶，哇，这根本是晴晴的爱吧。有啊，我们刚好在电梯。我想说那个电梯发生什么事，怎么会晃成这样？你刚刚想发生什么事？对。马上起来。妈。等一下走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。再大声一点。好，再一次就好，大声一点。得这样抖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样就算你完成了，好吧？得这样抖。好，有了，多一台。耶！勇敢，勇敢。